在赛场上英姿飒爽，谁见过千变万变摩拳擦掌，你听见那夺冠呼声宛如潮涌，谁听我无数次浸泡水中深呼吸，自强不息的青春不恋奇迹。你不见岩浆台上我的身影，我遇见那坚持到底更好的自己。你听不见受伤过的心的哭泣，我看见摔倒站起来的不惧，奋斗创造的青春失败不惧，忍住煎熬放下剧情，跳跃飞落挥舞射击，热爱才能够披荆斩棘，信念一往无前永远不停息，携手向前冲刺接力，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，温暖雪花飞天一家落梦念共同体。爱上我的身影，我遇见那坚持到底更好的自己。你听不见受伤过的心的哭泣，我看见摔倒站起来的不惧，奋斗创造的青春失败不惧，忍住煎熬放下剧情，跳跃飞落挥舞射击，热爱才能够披荆斩棘，信念一往无前永远不停息，携手向前冲刺接力，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，温暖雪花飞天一家落梦念共同体，忍住煎熬放下剧情，跳跃飞落挥舞射击，热爱才能够披荆斩棘，信念一往无前永远不停息，携手向前冲刺接力，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，我的青春不后悔强过，有我正着急。小组第一，创造中国队日夕绝尘，流星大打一般向中国扑灭，让五星红旗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最高处升起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残疾人乒乓球运动员廖克立。每一次挥拍乒乓球划出的弧线，我深知那都是凝结着我们日夜训练的汗水。我坚信完美的弧线能带我们抵达胜利的远方。大家好，我是归国创业青年曹森。企业管理与品牌建设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马拉松，把青春和热血都书写在宁夏这片黄土地上，让宁夏国企走出西北，走向全国，我感到无上光荣。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，用光影传承中华文化，需要青春去挥舞汗水，磨砺一份匠心。前路虽远，我的脚步坚实，但也毅然。大家好，我是三星堆坑长许丹阳。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，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。作为一名面对新时代新机遇的90后中国考古人，我将用青春探索千年历史的新一代答案，
探索未知，揭示本源，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，南京大学博士生陈宇豪。我将为治愈疾病持之奋斗，努力为生命创造奇迹，在科研道路上坚持科学创新的青春梦想，砥砺前行，并将青春光芒绽放。